马来西亚人大马翻译讲，我是 Kong。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啊，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歌手，他叫阿牛阿顾，他的创作曲啊，曾几何时唱遍了大江南北，唱遍了大街小巷吧，对不对？连。看哦，看哦，看哦！啊，连大名鼎鼎的啊，这个谁啊？Richie 任贤齐，他也曾经翻唱哦，我们阿古阿牛的歌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你看他怎么翻译的？Girl, look over here。不过有对面吗？没有对面哦。这样翻译对吗？没有对面啊。对，没有啊，对面的女孩怎么说呢？啊，我找到了一首歌是这样的哈，你看，我找到一首英文歌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Girl Across the Street》，谁唱的？Peter Chastello 吧，可能是那 Chastello 啊，应该是个西班牙的姓氏哈。Girl Across the Street，OK，我们来听听。啊，你看到、哦、，Girl across the street，对面的女孩啊，对面的女孩讲的是什么？当然是指住在对面的女孩，对不对？不可能站在对面的女孩嘛，是住在我家，对面的女孩住在对面的女孩。啊，英语啊，英语应该怎么说呢？哈，啊，你看啊，如果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样的哈。A girl across the street look。Looked over，啊，为什么要用 looked？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哈。你看啊，当你要说住在对面的女孩，是这样的，A girl living across the street looked over，看过来看谁呢？哈，看谁呢？当然是 A girl living across the street looked over at。me 看我呀，看过来看我呀，对不对？啊，你看这个 looked 是哪一组的动词呢？我称之为 VP，VP 是什么？就是 verb past，这一式用的是英语神功，英文 tense 是哪一式呢？哒哒哒，simple past tense，简单的过去式哦，simple past tense。OK，当你跟你的哥们说哈，a girl 第一次跟你的哥们说，a girl living across the street looked over at who at me，然后你哥们问你，a girl which girl 哪一个女孩呀、啊？哪一个女孩呀、啊？然后你说，Chloe 呀，Chloe，OK，然后过了几天，你又跟你的哥们说，the girl 这次你说。这次你说，你看，这次你说，得了，换成得了。The girl living across the street looked over again，又再次的看过来了，又再次看过来了。啊，这次啊，你说什么？The girl，然后你的哥们一听，Chloe，right？是 Chloe 是吧？你说，Of course，当然就是那，definitely 就是啊，就是他。Chloe，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呢，你知道你的哥们，一定知道你讲的那个女孩就是 Chloe，所以你敢敢的、大胆的说，The girl living across the street looked over again。来，再来说一下啊，你看到这个 looked 是哪一组动词呢？就是我所说的哈，VP，verb past。VP verb past 用的是英语神功，英文 tense 哪一式呢？Simple past tense，Simple past tense。OK，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了，分享、订阅，开启那个小铃铛，谢谢大家收看。Grazie，terima kasih，谢谢。